哎，我认识他啊。这个是一个非常成熟的，应该说青年男高音歌唱家了吧，应该算。赵越，32岁，男高音，中央音乐学院中国煤矿文工团青年歌唱演员。好阳光啊，这像32岁吗？反过来23。大家好，我是赵越，来自中国煤矿文工团，同时也是中央音乐学院的在读研究生，我今年32岁了。煤矿文工团是我们新中国最早的一批专业文艺团体之一，靳东啊，孙红雷啊，他们都是煤矿文工团的。张含韵都是煤矿文工团的。国字当头就不简单呀，他的头衔跟他的这个长相反差好大啊，就感觉他好小啊。对对对，如果他都不是的话，哇哦。你的席位建议是首席，首席，首席。我压他首席，我也压他是首席。我觉得可能是会是替补。首席吧，首席，首席。哇！耶！谢谢。非常意外，我真的非常意外。知道首席那一刻，就想给自己加一把劲。齐源哥，嗨，我的老搭档。我没想到你怎么也来了。对，我天哪，我们共同演过音乐剧，好久不见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你好，我是何以琳。谢谢。嗨，我们还没打招呼。Hello， 你好，赵老师好。